好来，DIY17 哈，好来，我们每次做的时候会画一个图啊，然后做完之后大概有一个 idea 哈，所以 y 等于 2x 加1平方分之一是直线两坐，直线 x 等于2及两坐标无一层的面积。哎，图是讲的哦，有没有？我们 y 等于 x 平方是这样这个 pattern 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？OK 啊，好，这里同样道理了哈，啊，y 等于这个哈。这个啊，改画一下就可以，OK 嘛？来这里啊，好来，会骂脏话点在哪里？会骂脏话是你带负二分之一嘛，分母零嘛，对不对？骂脏话哈，耶，这个骂脏话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来这里是多少？随便啊，比负二分之一要大，随便举一个例子嘛，零嘛，对不对？零一嘛，OK 啊？这里呢，随便举一个例子嘛，啊，负一负二哈，OK，好来，啊，改就好了哈，来。不一定要对称的哦，零带这个零带进去是一咯，一带进去239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负一带进去是一嘛，对不对？诶，是吗？负一哦，零带进去，嗯，好了，再负二带进去了，九分之一，OK，点，OK 啊，好，是这个 pattern 的，OK 吗？好来，所以负二分之一时候骂脏话，负二分之一在这里咯，耶。然后这种有分母化，有一个渐进线的话，你先这样啊、哦。好来，我来跟大家跟分享一下，一个渐进线。OK，就是不会碰到这个点的、啊、哈。好来，零的时候一的时候九分之一，大概是这样的话，OK 嘛？啊，这里呢，我看一下，来这负二分之一哈，这负一的时候负一的时候多少？啊，负一的时候一，负二的时候。啊，负一的时候一，负二的时候这样，OK，好啊，啊，大概是这样了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这不画好了吗？啊，如果不确定的话，同学，我们就怎样做呢？多画几个点嘛，OK 哈，多画几个点，好不好？把 y x 平方分之一是这样的，OK 嘛？啊，其中这个是渐进线，OK 嘛？有分母的话就骂脏话的点哈。好来，所以说 x 等于二，好了，还有什么呢？这是 y 等于哦，好来，我先写好啊，y 等于的话，这个叫做 y 等于 2x 加一的平方，好来，还有 x 等于二，来，x 等于二在哪里？x 等于二，哦，x 等于二这里，x 等于二，还有什么？两坐标轴哈，好，还有两坐标轴，耶，两坐标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最终算的面积在哪里？好，最终的面积是这里，对不对？最终要算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OK 啊，没问题啊，同学，No problem。来，最终要算这个啊，好，算这个哈、啊。好，你横切、直切可以了，我们先直切可以吗？好，来这样啊，OK，来，直切啊，直切啊，OK，直切，可以吗？OK 啊，这样直切，这个一个 y 咯，一个 x，哪个比较小？x 比较小，所以是 dx，OK、OK、啊，好。所以你的面积 a 等于 y 的 x 对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你的 x 从哪里那里？哇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 y 轴是 x 等于零哈啊，y 轴是 x 等于零，零到哪里？到二咯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 y 是你的高度，上面的 y 减掉下面的 y，上面 y 是这个嘛？OK，2x 加一平方啊，下面 y 是零哈，yes。好，这怎么做积分？来。猜猜看啊，ax 加 b 将会被 u 嘛，另一个为 u，这乘一个二除一个二，所以大概是微分这等于它哈，我们乘二除二哦，类 u OK 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微分这个，所以这个是 u 负二了哈，所以等于二分之一多少？嗯，2x 加一负一哈，OK 吗？好，这。个负一哈，好来，这负一哈，好来，这样咯，OK 啊，啊，你看能为得回吗？为负不得正负二，再乘二，对，OK 啊，所以负二分之一的这个啊，OK 啊，后面是积分就不讲了哈，OK 嘛，来五分之一减掉一分之一，所以是多少？嗯。零的时候负四分之五，OK 啊，来啊，一 over 二，来，有了，乘上一 over 五减掉一，那好，啊，
五分之二 ，OK 吗？五分之二 units 平方咯 ，Yes，OK、okay、啊 ，No problem。所以同学，你记得这个一个地方啊，你不要以为零就不要算了啊，真的这个会出问题，零带进去是一分之一 ，OK 吗？不要以为说零就零，这个很多人会 mistake 的哈。OK， 我先讲的这个不是零的话，整个出现零，这个很要注意的地方 ，OK 啊，这个要注意啊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。